今天碰到林医生。林医生？嗯。啊，他给我出了道难题，说你我得罪他两次。这想了半天，我也不知道我哪儿得罪他了。哪两次啊？他给我的线索是，一次是这一次，一次是上次。啊？这么有玄机？队长，借一步说话。我懂了，说说看。你们刚一见面，你就说她是你的女同学，而没有说她是你的女朋友。你自己回忆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场景，你说过类似的话？你看我在部队，也没什么值得信赖的人，除了我的战友，就是你这个老同学了。真说过，让你给蒙对了。哎呀，什么叫蒙啊？我可是恋爱专家啊，专知你各种不符。你想，他追了你这么多年，经历了沧海桑田，而且就分分合合，如今你们俩又在这天涯海角地方碰见了，多大的缘分！你还说的是女同学，我是他，我都掐死你啊！真的，我们俩都已经分手了，我跟他说什么？你把他追回来，他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啊？你别忘了，你的外号是定盘星，你连自己的女朋友都定不了，你还想定什么？队长，我是不是说错了，有点过啊？你没说错，是我的问题啊。那你要想一想自己是什么问题了。你是嫌他不好看，还是觉得不够爱你，还是觉得他配不上你？是我配不上他。啊！一直他那么完美，应该找一个能够给他安逸生活的人，而不是像我这种每天只会让他担心、让他不安的男人。队长。你怎么就知道他不喜欢你这种呢？啊，你自信一点啊！队长，你有多完美你知道吗？咱先不说别的，你看你这个长相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一看就比别人强。再说事业，年纪轻轻就是正营级了，简直前途无量，说的就是你呀！又会开飞机，又会开坦克，琴棋书画无所不能。我要是个女孩，能找着你这样的男朋友，我天天带你出去晒，根本没有对手啊！你，队长，队长，我还没说完呢，队长，队长，我还有后手了，哎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。Thank you.
底是冷皮还是暖皮啊？哪个颜色好看？好困啊！重点不是冷皮暖皮，重点是你想要哪种人设。玛丽苏就让人鱼色，御姐范儿就左二吧，姨妈色。玲玲，哎，张琪，你检查还没做完呢，你得赶紧过来啊！哎，记得要空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嘿嘿，一二，嘿嘿，一二，嘿嘿。